冠宇、南加州全体同仁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23年我们泛宇有个新的要推广的目标，就是能做到企业是一站的服务。那在过去这几年，我们泛宇一直在个人方面都做到了一站式的服务，包括房产、贷款、投资、退休、教育跟税务。那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另外有一个市场呢，是很多人有这个需要的，就是如何能做到企业是一站式的服务。当我也是个企业主，我们会在成长时候面对的什么员工薪资的问题，什么样的退休计划、健康保险，还有一些 group insurance 加上商业保险，怎么样帮员工搭配才能做到最好。以前呢，因为各唱各的调，所以要找不同的专家在这一方面来服务的话，常常有的时候呢并不是那么协调，而费用也没有办法省得到。那后来呢，我们在泛宇呢，我们就想说，如果我们把这些服务都能包括在一起，包括员工薪资，包括 HR service， 包括员工退休福利、健康保险，加上商业保险，都在一个屋檐下，由各个专家来一起来服务客人的话，那对客户来讲，他只要找到一个地方，就可以把他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。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还能把所有的专家聚集在一起，能够做到群医会诊，一次把这问题都能解决，又既能省到钱，又能省到心。希望大家能够在2023年的时候，能专心出去打仗，而把后面的问题都交给泛宇企业一站式的服务。我是负责退休计划部门，我们帮企业主和个人省税，我们有坚强的团队，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们是负责商用保险的团队，专为企业主评估经营可能产生的风险，透过转嫁以达到降低未知诉讼成本，进而提升抵挡以及承担风险冲击的能力。我们提供全美15州的商用保险服务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新的一年，泛宇税务会给大家提供企业的一站式服务，从公司的成立到薪资的发放，到退休的规划，到企业主的税务规划，我们都将助您一臂之力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财源广进。我们是负责员工福利、员工医疗所需的各类相关保险之外，借着人力资源管理平台，提升企业与员工有良好的沟通管道。我们能够提供雇主有效的解决方案，让雇主在最低的成本达到公司以及员工福利的最大化。在此恭祝所有的企业雇主们兔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。我是Yvonne Tong，我是泛宇集团的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跟执行副总，我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各个部门能够有完美的配搭，好使我们的客人能够得到最完善、最全备的服务。2023年，让我们成为您生意上的好伙伴，好使您能够在您的专业上开疆辟土、扩张境界。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更上一层楼。